香港华润集团档案馆内收藏着一件特殊的文件。这是1951年华润创始人杨林写给原中央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的信件。信中杨林请示远洋货轮南希摩勒号从新加坡驶向中国时被英国扣留一事是否需要采取国际诉讼。雷任民在批示中写道，现在不必进行，挂一笔账，将来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西欧的1/10。发展经济是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54天后，在巴黎美国驻法国大使馆里，西方17个国家参加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1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华实施全面禁运。为了拓宽经香港这条宝贵的外贸通道，中央政府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对外贸易3局，管理进出口事务。同时，在香港成立代理公司华润，负责进出口运输和销售工作。百年前曾经是中环标志的毕达街，今天仍是香港最繁忙的街道。位于12号的白色小楼毕达行，夹在高楼之间，经常被行色匆匆的路人忽略。它曾是香港华润公司员工们在艰苦禁运封锁岁月中风雨同舟的家。初中毕业，我就接到公司来了。我家不在这里，我考上了，我就在公司吃饭一起。我想起他们了，很贴心。后来呢，这里的人多了，搬家搬到去嘉定行，嘉定行有一个大写字行，就成立了3个业务部。我结婚呢，就在嘉定行。渣甸行是以英国商人威廉渣甸命名的写字楼，虽然今天已不复存在，但从1950年起，不断在大楼里回荡着打字机打印报关单的声音，伴随着通宵达旦的灯光，仍然回荡在那些奋斗过的香港华润员工的记忆中。向外采购的东西，什么钢铁啦，什么化工原料啦，什么橡胶啦，什么都是香港，到香港。纸张、仪器、机械不用说了，汽车也进口。那是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香港华润员工几乎不眠不休地奔波在硝烟中。而与此同时，包玉刚、董浩云、霍英东、刘浩清等许多香港爱国商人也与华润合作，冒着一旦被港英当局查获，将面临监禁10年和罚款10万港元的风险，让一批批国家急需的货物辗转澳门到达内地。他用的反正最简单的东西，很多铁皮，还有这个月，绷带呀，反过来，他觉得说最简单的东西，当时国内的很缺。从这个新中国成立开始啊，这个中央对香港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地位做了长期的考虑和安排，这一点是使香港在建国初期，在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方面，发挥了它桥头堡的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着眼长远战略布局，大力支持港澳社会稳定，充分利用港澳国际地位的独特性和地理区位的优势，使港澳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港澳爱国企业家对祖国的支持和奉献，也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直绵延到改革开放。曹奇珍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二、三届的立法会主席，被誉为澳门政坛的女常青树。其实，曹奇珍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她是中国第一家补偿贸易外资企业的总负责人。1978年初夏的一天，曹奇珍的父亲曹光标找到了他，提出了要去内地办工厂的想法。他到北京去以后，听到一个华润公司的总经理跟他说，快改革开放，他马上回到澳门，跟我说到香洲开马工厂。曹光标被称为跨越港澳两地的毛纺大王，曹氏家族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1978年初的北京之行，让曹光标看到了祖国内地的新气象。但当时改革开放还在酝酿之中，外资企业没有在内地办厂的先例，这让曹家人产生了顾虑。我父亲要去办厂，我是在家中还算是个反对派的，因为那个时候去办厂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报效祖国的决心让曹光标甘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向有关部门申请到内地办厂，提出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全部来自海外，而产品全部用于出口，作为补偿贸易投资。这一提议一直上达到了中央，最终由邓小平亲自拍板。随后，曹奇珍成为珠海香洲毛纺厂的总负责人，开始频繁来往于珠海和澳门之间。1979年11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终于建成投产。我们开张很厉害啊，开张啊！曹奇珍可以把整个驻澳门的外国领事，50多个国家的领事，请到这儿来，去那个集美酒会啊。盛大的开业仪式也吸引了不少媒体的注意。在香港媒体看来，香洲毛纺厂开业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珠海，第一站便来到香洲毛纺厂，而这一年毛纺厂已经提前还清了所有投资本息。如今珠海香洲毛纺厂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曾经在菜地上盖起的厂房已被四周高楼所隐没。但人们不会忘记，正是曹光标、曹奇珍等爱国港澳企业家在这里促成的示范效应，让补偿贸易的热潮蜂拥大地，中外合资企业自此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内地出现了。浩荡的珠江水滋养着珠江三角洲，40多年来，这片中国最具活力的土地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白天鹅宾馆，它是中国第一家外资5星级酒店。
1979年白天鹅宾馆在珠江畔筹建时的艰难，杨小鹏依然历历在目。你这个法律不健全，你政策配套跟不上，但是最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计划经济的这个束缚啊，20多年的经济那种习惯，所以就没有上级的批文，没有上级的一个电话，或者没有一个批条，他绝不动，怕犯错误。仅仅凭着草签的协议书，没有任何法律支撑，白天鹅建不起来。情急之下，霍英东先生决定先动工。他知道改革开放要吸引外资，酒店是最重要的配套设施之一。反过来你看，当时没有酒店的观念嘛，当时的就都说了是吗，你们来的单位给你一个床，吃顿饭6点钟，6点半没有吃完就完了。你改革开放，你来了之后要吃的没吃的，要车没有车坐，要住的没住的，当时就感觉到哎呀，觉得就很丢脸。高档的、服务好的一个酒店，实际上它是个门面。说小了，它是一个广州市的门面；说大一点，它是国家的门面。就在白天鹅酒店草签协议签订后的3个月，1979年7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1982年，总投资1.8亿元的白天鹅宾馆经营协议书正式签订。这个法呢，它体现了这个对下放权、对外开放这么一个中心思想，它确实是促进了它的这个发展。另外呢，我们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干扰，比如说你干部任免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对于这个员工的自由这个。聘用这个部门经理的这个任免啊，还有采购、财务各个方面的自主权相当大。白天鹅开业在即，服务水平也要和国际接轨。当时请一个顾问来，这是他一个老外叫 Mr. Mo 啊，他就很简单的，真的来到国内，就为3000个。人来培训，我觉得他第一天就是 Good morning， 3000的小孩都说 Good morning， 他在黑板的写 dot dot 怎样笑容，对普通百姓敞开大门。在白天鹅，人们有了最直接、最感性的认识，世界更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开业时，萧远辉就在门口做门童。我们那个时候是大量的是引进，也很大胆的去引进国际的酒店，外面的酒店他们的术语。门童那个是词儿，也是其他酒店呢都叫门卫的。我们那个领导就是杨总了，他说门卫已经有保安去当那个保卫工作了。你们站在那是提供服务的，是给笑脸给客人的，拉开车门送笑脸的，帮助客人。门童、大堂经理这些名词和服务规范，后来被写进旅游饭店行业法规。不仅仅是酒店业，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需要法律的支撑，从专利法的实行到企业破产法的颁布，从土地管理法的运用到证券法的完善，这些法律法规的建立和推动也总是少不了港澳同胞参与的身影。1977年，梁振英来到内地，他以土地测量师的身份跟随香港代表团介绍香港城市发展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前到内地大大小小城市走，都发现当地呢这个土地的使用呢不符合这个经济规律，
比如说，广州白云宾馆很好的，当时港澳同胞进去住的最好的酒店就是这座。旁边这个呢，它不是商场，不是其他的，还有一些农田、菜田，这又不符合土地使用的规律。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应该初始通过这个市场力量调配土地的使用。从1978年开始，梁振英自费到内地的许多城市进行土地知识讲座，内容包括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通过梁振英等港澳人士的努力，内地也逐渐培养了一批土地管理专业人才。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条款。同年，上海首批试点土地批租，标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全部由梁振英负责起草。当年我和上海市派到香港的官员，在香港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两个人趴在桌子上写，就启动了整个中国内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相关的住房制度改革。那我们国家今天，我们一般的人民啊，住房的条件比30年前、40年前有大幅度改善。虽然我们不是生活在内地，但我们参加过这些工作，我们也关心内地的发展啊。今天我们比30年前、40年前有大幅度进步了，我们应该知道。也因此呢，我们要继续努力改革无止境，我们要把改革进行到底。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城市化的加快，人们对城市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澳门，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都积累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经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是中国较早一批修建的民用机场，在内地现代化新机场不断落成的今天，虹桥机场却在2011年接连拿下了世界最快进步机场奖第一名，以及中国最佳机场奖的第二名。荣誉背后是虹桥机场与香港机管局的一次深度合作。比如说在服务方面，这个我们要跟香港机场学习以客人为本以及精细化管理的这种理念，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跟提高的。这个在商业方面，他们以旅客的需要以及旅客的商业的体验为出发，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商业的开发。这是一支来自香港的管理团队。2009年，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和香港机管局联合成立了沪港机场合资公司，并制定出了提升虹桥机场管理服务的计划。在虹桥机场 TOC 管理指挥中心里，汇集了包括机场航班信息处理、机场服务、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的信息。和虹桥机场以前不同类型的工作分属各部门不同， TOC 采取了一体式平台化管理，提高了服务效率。机场问询台是机场服务最直接的形象代表。为了让旅客有更好的体验，香港团队对问询台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乘坐飞机的旅客中，常常有行动不便的老人，问询台的工作人员会主动为老人提供轮椅服务，并将这些老人一直送到安检口。这是虹桥机场特意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开设的温馨通道服务。为了方便旅客出行，虹桥机场对行李车的摆放角度和位置都做了进一步改进。这些改变都是在细节之间，却潜移默化地带给旅客更人性化的服务内容。
内地企业在与港澳的合作中不断提升，催生出更多高质量的中国品牌。从早期吸引外资进入内地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到内地企业发展壮大走向国际舞台，香港始终是联系内地与海外的重要纽带。2017年10月27日，有着31年历史的香港交易所交易大堂在完成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使命后，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冯志坚是香港从事证券交易业务元老级人物，至今他还珍藏着一件红马甲。我虽然是没有直接穿过那个，但是那个红马甲当时是那个香港代表的一个时代。虽然是现在没有教育大堂了啊，取消了啊，所有都是电子化了，不过那个是非常值得留念的啊。跑来跑去的，哪怕是一个大堂，你电话都打都嫌慢了，一天到晚在短跑的，非常短跑手，都跑跑跑跑跑啊，他要抢嘛。1993年7月15日，港交所里的红马甲们异常忙碌。这一天，青岛啤酒成为内地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企业。香港是全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后，不仅可以吸引大批海外资金，同时也加快了内地企业在经营管理模式上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香港中环，世界财富聚集之地，这里聚集着大量服务于内地企业的机构。香港人麦小姐平时的工作是为内地企业提供上市咨询服务，而她所在的这家公司去年业绩斐然，被业内称为中小企业 IPO 之王。随着政策不断完善，内地中小企业开始大批赴港上市。2018年，内地公司新股上市超过200家，筹资额2877.57亿港元，这是2018年港股 IPO 坐上全球市场第一的底气。而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香港这个全球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中心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香港是境外的最大的人民币的存款地区，最大的贸易结算地区，最大的清算，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啊，一些利率的定价，都是在香港，所以它是一个连接世界的一个离岸人民币的一个枢纽。那么，包括我们“一带一路”走出去当中，我们有63%的资金也是通过香港才走出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的话呢，我想它主要含义是这三个方面，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一个是政策的试验田，保证了国家金融开放的一个下的一种金融安全，第三个就是说连接世界的一个枢纽。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广大港澳同胞在每一个重要时刻都与祖国站在一起。性本善，非凡的时代催生伟大的实践，同呼吸，共命运，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